上广播电台录节目，韩国瑜开口打招呼就先酸绿营频频扣他帽子，但这不影响心情。韩国瑜今天身份是电台实习生，要来学习怎么当 DJ。各位听众朋友，大家早。第25号台风康瑞减弱成中度台风，暴风圈不会碰触到台湾，但仍要小心外围环流。 好，这样一听就觉得是个老人在报气象。不报气象，有些生疏遭主持人兼导师调侃语气像老人，再来挑战用饶舌讲证件，看能不能扳回一城。Let's get that money. 刚刚国语同学报气象呢，我是给你50分嘛，那你这段饶舌大概只有20分嘛，所以结果还是漏气笑翻主持人，最后进到重点桥段选歌，韩国瑜点播了 Money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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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做开场，紧接着飘向北方，而这两首歌的选定都有弦外之音。觉得虽然很俗气，但是我们真的很需要，所以第一条歌就点阿爸的 Money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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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钱钱钱，第二条飘向北方是跟北漂跟外漂的青年讲。 阐述他们的心声。紧扣高雄经济，锁定北漂青年 DJ 韩国瑜下台一鞠躬，获颁最佳主持人奖。 I'm the best DJ. I hope I could be the best mayor. 韩国瑜拼选战，吸引年轻观众互动，也盼让网络声量再掀高潮。环宇新闻林维凯、张元春高雄报道。